好大雨不止在高雄带来灾情，往南走，屏东县的状况也不乐观。屏东县林边乡的市区主要道路中正路出现了淹水情形，汽机车只要一经过，立刻会溅起水花，积水甚至直逼旁边的民宅，吓得居民赶快出来清扫。而另外，林边地区的台池七线也出现淹水情形，让车辆根本没有办法通过。林边往家东方向，台池七线沿路都淹水了。滚滚泥水淹过路面，台十七线屏东林边马路低洼处变成一条小河，积水几乎都淹过脚踝，就怕有车子开进去抛锚，相关单位赶紧拿出交通锥暂时封闭淹水车道。豪雨肆虐，屏东县降下大豪雨，台十七线林边路段也遭殃，工程人员赶紧到场处理。可能啊，太屌了哦，差不多300公尺。翻个车道而已。那现在你是用抽水的方式来把水吸掉？对对对。林边乡市区的中正路同样积水成灾，汽机车一经过，立刻溅起阵阵水花，马路被淹成汪洋一片，积水几乎都有半个轮胎高，雨势相当惊人，水都快要淹进民众住家，吓得居民赶紧出来清扫。这波梅雨封面再加上西南气流，让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大雨下不停，现在居民只希望雨势尽快停歇，别再酿成更大灾情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报道。